好玩吗？好玩，中间好不好玩？好玩。跟第一女主角第一次坐到澳门的公交车、公共汽车，那很好心的当地人告诉我们怎么做。没有单程，没有单程，非常不错。是由 AP One 坐 AP One 的车，蛮厉害的。新体验。之前来拱北大概都是坐快捷的车子，啊，或者坐出租车。第一次坐机场出去的公交车，很神奇。澳门感觉就是热了一点，清清爽爽。那公交车来告示牌就写得很清楚，有繁体中文跟那个英文字。而且会标示车速。觉得这边的公共汽车非常的不错，司机开都顺顺的开，而且它是电动的，坐起来比较舒服一点。哎，不像有些地方它的公共汽车还是吃汽油、吃柴油，那种味道就很重。我们上次来澳门是多久之前的事啊？7年多久？2016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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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6吧
知道，没有地方不知道，还是大龙林立的地方。下一站，五分大厦。下一站，五分大厦。Next stop, TVB 那我们去湖北啊，去昨天去湖北啊，海南鸡饭。我们去只吃烧鹅。海南鸡。因为在台湾鹅肉很贵，在台湾鹅肉非常的贵。什么都贵了。什么都贵。珠海一只烧鸭，60块。啊，一只60块。台湾几百块台币。在台湾一支1000多块，台币大概人民币要200多，你们的币要200多。到了吗？还没有。所以我在台湾过来1个月，还不就回去了？不要回去了。是啊。机动车可以。对呀。公车站在大厦的楼下，好性格哦，直接开进来。啊，真的？对呀。跟那个离子坝一样。哎，离子坝是电那个什么地铁。很响亮。
所以在大楼里面信都开出去过了快吧八个月。在这边有个特色，他们的在开就是因为是那个靠左边，其实是下一站海湾花园海城阁 ，Next stop is 紫金威文威士。刚刚车子开到这栋大楼的底下公车站。澳门的车牌好漂亮啊，立体。这边的车牌是立体的，好特别。之前来的时候没有观察到这么细微。来澳门不是行程内的行程，是因为转机的关系，顺便就出来走走。一个一个，一个一再加水，一个一呀，啊，中间一个水那是什么？啊，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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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周书读得少，问的第一名叫，问他是什么吃。请往车厢起步活动，方便其他乘客上落车。没关系，记得有来过就好。应该有十年了。下一站，内港码头。没有十年也有八年。下一站，外港码头。Next stop is Outer Harbor Ferry Terminal. 其实我们航空联合修的时候是坐在网上，有什么？他们还很小。有啦，他们已经长大了。澳门，澳门。从机场呢，机场那一头过来的。哎呀！他得坐
到香港之后，还有跑到澳门呢。可是我们后来再一次来澳门。那应该是澳门又再来一次了。印象中好像是这样。啊，你刚刚回去应该是去台中机场。没有，高雄，台北，高雄，部长啊。高雄。对，高雄。今天饭吃还是小？对。为什么那个车牌有的人挂两个，有的挂一个？车牌为什么有的挂两个，有的挂一个？有些肯定去大陆啊。这个牙齿，我们要不要？
那这个现在做很多，就是在澳门要办赛车一些相关的，目前看好像很多都在加紧的做防护。刚刚那边看到很多，哇，这边还在盖房子，大兴土木。跟第一女主角呢，感觉好像是旧地主，开心吗？带你去吃烧鹅。不会啦，再怎么贵也不会台湾的鹅肉那么贵啦。你一定会有那个酸民说，那你出去的钱都不用算。对呀，算不完。反正要吃地道的，要不然就烧鹅。美食，反正回去就是认真的减肥，认真的减重。我记得我们那时候拱北，我们去拱北的时候是搭赌场的车子。我印象中我们那时候坐船过来，第一次香港坐船过来，就在那个港口那边就是坐接驳车，坐赌场的接驳车去，就跟他赢了钱，赢了钱之后跑回香港，跑去坐单杠车，之后跑去赌赛马，赛马的时候差点就是我买的对冷门马，买的三匹冷门马就三匹跑前三，结果我们不是赌错方法，要不然那次就中很多了，忘了。就故意买冷门马，买的那场三匹冷门就跑一二三，他觉得我们是不是买主彩的，但是我们买自己选的没有中，就被旁边人吓。如果主彩的话是好像400多倍，有印象吧？对啊，财务就差劲很多。他在阿洲那时候就是第六感的感觉，就是乱买，结果就是最买最冷的，没想到真的就跑出来了。所以说那一次的我印象很深，坐到那个香港的单杠，这样，那坐起来很不舒服。出来坐公车是那个很高的大厦底下旁边的地方，马场的外面。之后我们跑去兰桂坊，赌完马之后跑去兰桂坊。步调很慢，因为他讲走路的速度不是很快。现在步调还是慢，只有那个学生啊，过马路会用跑的，为什么？因为马上就红灯了。这边的车子也是有自汽油的摩托车。下一站，东北大马路普利站。以前在机场都在。不如出来走走逛逛。下一站，东北大马路保利达。这边应该是老城区，这边我们没有来过。我们写治安警察局，这边还是有繁体字。刚问了那个大哥，他讲的两块车牌是两边都可以跑啊，两块车牌。
Next stop is La Marina. We have now arrived at terminus. All passengers, please alight here.
and please remember to take all your personal belongings with you. Thank you for choosing Transmat. We hope to serve you again soon. 好啦，下车吧。到机场也是从这边坐，这是拱北口岸，他们这边就是这里，那之后指标这公车站就是往前走，在 B 车道 ，B 车道，那拱北口岸，要过口岸呢。就是阿洲人生第一次搭公车到口岸，好玩呢。那个公车啊。上面的空调空气都很好，驾驶员是一个女士，还不错。反正要过去就跟着人潮，准备台胞证。我们在这边有快速通关，就是过安检，让他过一下东西。